邀请我们所有的嘉宾演讲之前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坐在主席台上最首杨天乐教授的李国平院长。那我们今天的讲学班呢，展览会都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 journal， 这是全球第一个有国际认可的。FIM 现在已经有成员国家超过120个，这根据每个国家的会员加起来，我们大概有超过10万个会员。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希望从医学跟运动两方面的结合，把运动医学不断的往前面推动，可以有多方面这个中心人在 inside。 谢谢。那么整个新闻发布会的组织啊，实施当中呢，尤其得到了科教司的科技处和综科处啊的具体指导。那么能不能完成，第二能不能取得好的成绩。当时在短节目的时候，我以后可以参加比赛啊，可以参加比赛的人。那么说这几天报道看了很多，能不能行没有把握。所以现在这个陈继明教授和李国平教授啊，对国际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愈来愈需要这个运动医学的支持和保障，加强运动医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，推进运动医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，是提高我国运动医学水平的重要措施。担当这个差不多是全球运动医学一个。Healthy is a world leading health and wellness brand, born in Australia and now being exported to Asia. 但元旦成功，谢谢。Thank you. 那么所有注册了的媒体请到1050参加我们这个活动。